先吃一下萝卜丝儿。爽口的，很特别的蘸姜小葱，就凉拌葱还不错。好仔，有芥末味的，就感觉淋了点芥末油那种香。鱿鱼，嗯，蛮好吃的呀，就是比较淡。鱿鱼。此时，胖儿加了条杂鱼。哎，你女儿蛮念出来。哦，不过我能吃主角。小伙伴吐槽鱼，鱼是闻起来有点腥，还有点鱼鳞的样子。这鱼的质感有点像秋刀鱼，但不是。鱼闻起来腥，吃起来其实还是能接受的。闻起来腥，吃起来香，可能吧。倒也不至于香。一个试一看。鸡，238。鱼那个就是讲鱼那个，最贵的一个菜。脆皮。这个鸡只有皮是好吃的。你想买米刀的？嗯，是娃娃的米刀。里面没有味道。蔬菜，菜名是大豆芽韭菜炒海蜇皮。这为什么跟我们凉拌的不一样啊？这个是海蜇皮，我原来吃的上面没有这一点点黑的那种的，好奇怪啊！这是口感很脆，像鱼皮，都不像海蜇皮。小伙伴夸这个汤好喝。啊，这是海鲜锅的吧？金鲳鱼的汤。哦，它这个锅里都是鲜的海鲜。这个鱼被嫌弃了，说是咸鱼，拿的不多。那跟我夹的块小不咸，我觉得这个咸鱼蛮香的，怎么办？应该是咸肉，挺鲜的。这些东西不是咸肉，汤里的油豆腐，吸满了鱼汤的汤汁，挺好吃的。哦，我已经闻到椰蓉味了，甜的。你是扒了啥坚果类的东西啊？嗯，这啥菜啊？水芥菜。哦，啊，你直接刚刚吃啊？刚刚吃，有点苦硬硬的。嗯，然后换点苦瓜。这苦可以接受，不像苦瓜，但是也爱不起来。naririnig mo to nasa kabilang banda kami nang hinahanap mo pamparam pam pam pamparam param pam sumabay lang sa bayo sarap sa pakiramdam pamparam pam pam pamparam param pam nagawa namin ito habang bilog din ang buwan mga 表层撒了很多开阳，嗯，吃不到胶，就这样吧。我怎么觉得辣椒放多了？你刚才吃没辣吗？吃不了第二碗，太辣了。这是团购外单点的一碗哈喽饭八元。哈喽饭。这个饭，就是有一点那个菜叶子的香味，太干了，一般般。今天这家店可能鸡的皮比较好，其实我觉得那个汤也不错啊，金鲳鱼的汤可以啊，不能抱以太大的希望来吃，就是 OK 的，就这样啦，拜拜。